你好，冷吗？不冷，我给你拿个衣服穿上吧。我给你拿个衣服去，好不好？我给你拿件衣服，我看你咱有爱心人士捐助衣服，我给你拿一件。你这饭凉了吗？饭凉了吗？你能不能我这样说话，你能不能听懂？我跟你说话能听懂吧？不能。是不是？是不是能听懂一点点？我跟你说话，不能是吧？不能把这筷子放下，这个饭还能吃吧？这就是爱心人士捐助这身衣服，满屋都是，我们的可怜的妈妈，我找一件衣服给可怜的妈妈穿上。都是小孩的衣服，这没有大人的衣服。大人的衣服还真，下次一定我得给这位妈妈带点衣服过来。大人这一件看看能不能穿上去。这一件，有点小，它都是小孩的衣服。嗯。没发现它能穿，这个还能做个穿上。能暖和一下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天气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天气是这个大家经历了什么？我们的爱心到哪里去了？往这个往前去。能穿上吧，好吧，能，再我给你拉上，好吧。这身衣服还能凑合着穿，还能保保暖，保保暖。冷吗？不能是吧？穿厚一点，咱穿厚一点。这不能搞，你吹冷啊，你别。